开了。你近视啊？有一点。平时都没见你戴过眼镜。我一般戴隐形，偶尔戴这个。这杨教练留给你的。一些关于十项全能的训练方法，还有体系研究。那你看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别呀，反正也快午休了，坐会儿吧。哎，你听说十项全能还得学生物解剖吗？当然知道了，我连这个不知道，我怎么考上的研究生啊？不过我对十项全能运动员的生理解剖课没怎么研究过，毕竟你才是南大的第一个全能选手。你真的喜欢全能啊？干嘛突然那么问？没什么。我只知道这是你帮我争取来的，来之不易，我一定会珍惜的。那就好。